拄则伊安尼一间一间去甲迄杨琼贵宾徐海江会室咧，啊，搁送慰问金，啊，有啥会领钱啊？啊，而且一个比一个面相较歹看诶。你这样支持我的品牌，煞去拄着这款代志，心情当然嘛袂好。我是唔甘哩，这么简单，才有这好的机会，啊，煞发生这种代志，而且我做你的助理这么久，我唔相信你会袂黑心面膜啊。多谢你听我，即摆上重要的就是后壁的收尾啊，毕竟面膜。是这个品牌的头一个产品，这不然有我个人的理想，也有家里的人对外投资，还有愿望，我总不应该给他们了钱，更没面子啊。不过我已经了这么多钱了，你刚才的慰问金就已经送出去十几万了，刷来还有后面的赔偿金了。你放心啦，我们不是还有那笔青年创业贷款，我打算用那笔钱哦，来做后面的赔偿。小陈，你赶紧去替我把面膜下架，好不？好啦，我去处理。我就知影你伫遐。白特助，歹势啦，我一定想办法赶紧把代志处理好诶。你无早甲我回信咧，你只要对得起家己的产品，还佮有消费者就好啊。我问你，你敢真正卖黑心面膜？我当然无。虽然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，啊，不过差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但我相信你无效了。我会这么着急走来病院找你，就是要通知你，因为你的品牌现在出这么大的问题，我银行已经决定要撤销你青年创业贷款的资格了。啊？哪会安尼？孩子，请问你是？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管管，伊嘛是这间面膜品牌经营的团队成员之一。白特助，你拄则讲撤销，我原本阁想要用那笔贷款来做赔偿的处理。白特助，我拜托你出世界较悬的好不？你若是把贷款撤销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？这不是我一个人会当做主的。讲实在啦，当初我替伊争取着上优惠利率甲额度。啊！不过即马煞发生一款问题，银行迄边我真歹交代。若是一个无好势，我阁会落人个嘴，讲是我徇私。是的啊，你这尔支持我，煞拖累着你啊。要紧啦，啊！不过我会提醒你，你合约顶面连带保证人是廖乾坤，你若真正是冤枉的，就要紧把真相查清楚，消除银行迄边个怀疑。若无，毋若是你。连你厝内底咯，拢会受到牵连。白特助，多谢你专工来通知我，我一定想办法赶紧解决问题。林处理，愈早愈好，若无，你的损失会小大。我的面膜出代志啊！银行决定卖贷款给我，哪会安尼啊？啊，你赶紧把代志讲清楚，是安怎会发生这款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事事项项拢家己亲身去处理，无应该发生问题啊。不过，迄位消费者用卡过敏，有诶甚至严重，甲爱去看医生，爱住院呢。伊也是听到消息。来，这样子。哎呦，哇，麦卡哈。代志发生啊，咱麦艰苦哈。咱做伙想看卖要那面对了啊，嘿，哈。倒是要哪面对啦？即马不甲人断言嘞，咱连伊学会拢赔不了啦。而且爸，你阁是连带保证人嘞。好啦，莫艰苦啊！凯宏伊毋是怪你啦，伊可能是想着吼，啊，阮迄款调理包即马才拄开始，即马搁来面对这个问题哦，会较吃力啦。哎呦，毋是啦，那是我唔好，
我去害着大家啊，害你给我拖累着啊。好啦好啦，莫想遐济吼，就亲像恁爸爸讲的，咱是一家人，啊，因即马拄到问题哦，就是大家斗阵好好来面对就对啊，吼。不是啦，爸，啊，代志都发生啊，你搁甲安慰有啥物路用啊？我甲你讲啦，1200万的贷款，予人撤销，迄唔大紧，重点是咱要付10%的违约金，10%就是120万，这合约顶原写甲清清楚楚呢，搁加上其他赔偿。啊，我看这个代志若是无500万，无得应付。阿姨，啊，你干么时候一直讲就拍七碎话哈？相公子同你爱赔啊，伊敢是违规三组的人，伊才认真才拍命着。咱拢看在眼内哦，即马上条是甲这责任理由清楚嘛，看想讲哦要追究迄加工厂啦。伊已经甲我呛声，讲因是照我的配方在进行的，我若是要推卸责任，伊绝对要告我。骗笑的你，要告来告谁会惊？哎呦，你莫伫遐咧遐查天花倒啦。子彤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哦，快去找一个什么单位哦，替你检验一下迄面膜的成分。啊，若是哦过关，迄就证明讲，唔是咱的问题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啊，你著给我出问题面膜，摕去检验，就咱讲谁来负责任嘛人。嗯，对哦，恁讲得对呢。我只要找食药署认证的检验科技公司，安尼就会当做啊。嗯，我即马就随来去联络。嗯，多谢爸妈。没有。你可能没听清楚哦，你绝对要做一个子彤面对这个问题。伊即马同需要你的支持，你知无？我知了。大伯，爸，我伫咧楼骹拄着因，看伊鬼鬼祟祟，我就甲伊问讲，因敢有甲恁报告迄医美纠纷的代志？伊煞讲伊唔知影，我就甲伊抓倒来向恁报告。嘿，明明就是你甲恁客妹做违法的代志，我今天什么代志都无做，我是要解释啥？我阁有代志要先来走。哎呦，你袂当走啦！哎，我拢专工走来遮，甲爸阁大伯解释这件代志啊。你是当事者呢，你毋才会留落来，甲代志讲好清楚。无啥物好报告的啦，写死写着。万一光亮医美互人听厌，我嘛无迄落面甲恁做亲情。光亮医美真正是让人陷害的，有够冤枉的，那拢是新闻黑白乱写的啦。阿公，这件代志真正是光亮医美的问题啦，我是消费者，啊，不过我嘛是受害者啊，这件代志真正跟我无关系啦。无关系？你人伫现场，啊，代志闹遐尼大，哪会跟你无关系啊？你看，顶面安怎写？五三集团的千金去做违法美容针，而且边个有一个无医生资格查甫人替你注射，传出去敢袂听一个？我现在是感觉真奇怪啊！你要去选什么医美拢会用的，甚至飞去国外做定制的嘛会用的啊！啊，哪会偏偏啊去买着光亮医美啊？啊，搁有啦，迄个徐世伟。刚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你是哪约会哪做医美？真正是下戏下情呢。迄个许世伟是甚么人？你跟伊甚么关系？我跟伊真正无关系，我嘛无认识伊啦。迄个流氓就安尼走入来，把我叫去眠床顶，啊，然后记者就走来，我鼻拢无在味啊。真正是这廖蒙子啊，伊要看给我跳啦，要关就要
怪异。王子啊，那个什么许世伟，不是你的高中好朋友，你哪会当叫伊去破坏伊的名声啊？世伟不是那个意思啦，这一切拢是误会，我可别一定会处理好势。阿嬷，你算了这个新妇啊，还在搞我陷害，后摆若是真正入门吼，嘛唔知影阁会惹出什么代志啦。盈盈啊，我是好心和你做上高级的身体检疗程呢，我安尼做嘛是想要亲上加亲啊。你唔是想要跟阮哥做伙？就算我做袂成你的阿婶，以后你也是爱叫我一声小姑。你安尼无留情分，想要跟我切好断，安尼你就上好莫阁跟阮哥交往啊。盈盈啊，你是啥物时阵跟廖孟子英阿兄咧交往的？咱线上商城的经理廖凯宏是廖孟子的阿兄。对你唔免对安尼亲好，你就是唔听，家己搁伫遐计较。你看，即马拢未赴悔悔啊！代志咧愈看愈复杂啦，啊！本来敢若是下面子，互社会大众笑几工啊，都无代志啊咧。即马煞搁牵一挂肉粽出来，伊呢？你甲廖孟子英阿兄咧恋爱哦，这辈分拢乱去啊啦！袂啦，袂乱啦，只要廖孟子卖计划就着好啊。哎，是安怎我袂当计划圣贤哥啊？阮拢已经订婚啊咧，你甲阮哥才爱切好断啦。阮哥拢已经有女朋友啊，而且嘛大做伙啊，你这个小三，搁敢这么嚣掰？孟子啊，阿婶甲小哥只会当选一行人尔啦。啊，若无，这关系传出去哦，大家当作笑开来看，阿妈还有信贤头位也袂起来。当然是做阿姐嘛，妈，大伯，你一定要阻止伊乌白乱来啦。阮哥伊已经有一个订婚五年的女朋友啊，阮哥即马伫咧开客厅车呢，伊除了洗了烟斗，伊其他的所在拢无效啦，我唔只会看袂落去，才会离开。我这么打拼，这么肉代志，我甲恁才是一家人。阮哥伊配袂起咱母家啦。我不准你安尼讲凯宏，你这个人看官无看家，安那糟蹋家己亲人。阮母家吼上讨厌你这种人啊！阿公，廖孟子的人品这么歹呢，安那糟蹋家己亲人，你敢爱这种媳妇？拢无哎，敢会用的啊？那廖家是外稀罕啊！啊，恁侄孙啊，敢一定拢爱跟廖家的人做伙？谢啦，规期你的婚约取消啦！咦，你明个后边来啊、哦？盈盈，你有莫这么多代志，我对你真正足失望的。我看哦，迄、那个廖凯宏无请来做咱商城的经理啦，可能要请伊离开。新贤，歹势啦，你是因为我才会予伊坐经理这个位置，是我无查清楚，予你制造麻烦。阿公，凯宏真正是无辜的啦，这件代志哦，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啦，拢是你啦，把凯宏牵起来，安尼你还嫌吼？阿嬷，你是倒位找来这个剃草手啦？甲伊目着吼，唔来阮家洗，伊个后头厝嘛洗，紧甲伊赶出去啦！我已经放地安尼，我生是母家的人，死是母家的鬼，我是绝对袂离开圣贤哥的。我定义啊，要怎处理我会做决定，恁两个安尼成啥物体统啊？